据媒体报道，4月17日，海王扮演者杰森·莫玛公布了一段视频，引起了影迷的震惊。杰森·莫玛在视频中剃去了蓄了7年的胡须，许多网友都惊艳于杰森·莫玛剃去胡子之后，马上就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帅气脸蛋全貌。他表示，希望以此提醒人们，塑料产品正在毁灭地球，并呼吁人们更多使用铝制品。杰森·莫玛凭借作品《海王》和《权力的游戏》为人熟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